美国买房有坑有料有惊喜，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房产，不搞噱头，只讲数据，避坑排雷防欺诈，美国买房找八戒。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戒，欢迎回到八戒漫谈美国，美国买房找八戒，避坑排雷防欺诈。大家好，现在是美西时间2021年8月18号周三，八戒作为加州房地产经纪人，目前欢迎有生活在南加州、北加州的朋友们，有买房、卖房、贷款的需求，都可以积极联系八戒。那么有生活在德州、佛州的朋友们，有买房、卖房、贷款的需求，也欢迎积极联系八戒。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于中国最近的相关房地产政策的调控，包括最近教培行业和目前在腾讯、阿里巴巴、美团、滴滴等这些相关行业，国家正在大力的整治和目前出台相关的各类政策，目前要为中国的三胎包括二胎或者是还没有结婚或者是结婚还没有生孩子的这部分人群，要为他们保驾护航。那么到底出台了哪些一系列的相关目前的相关政策和条款呢？八戒稍后给大家详细来解读一下。那么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先赞后看，转发分享。如果有喜欢八戒的朋友，欢迎积极订阅八戒的油管会员视频，给八戒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好，我们首先来看来自上海的最新一则关于个人住宅房产税的最新开征的消息。目前税务部门已经发出了通知，税率大概是在4%和6%。那么本次上海房产税的开征可能预示着目前全国统一征收房产税的日子可能是渐行渐近了，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某一天，随着目前的新建住宅和二手房住宅的交易进一步萎缩进一步冻结的情况之下，整个居民个人的住房类贷款包括个人的身上的这些杠杆债务不能够继续的往上加的情况之下，全国的房价都面临着目前下行的压力。而目前在岳阳呢已经正式出台了目前网签价格不得低于挂牌价的85%等等情况，这种情况的限制之下呢，那么未来这样的一个集体征收统一征收的房产税日子应该已经是越来越近。随着房产税的全面开征，目前留给温州炒房团或者是留给全国各地，无论你是一个人的散户炒家还是说集体抱团的炒家，留给你们这些炒房者想脱手的时间应该已经是越来越短，甚至基本上已经在某些地区冻结了当地的房地产的交易，在二手房是有价无市，不管你是挂牌多少钱，1万、2万还是8000、1万，你们目前都面临着根本就是没有成交，成交量急剧萎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再来看一下关于上海另外一条新规。8月6号，来自链家、中原地产等等数据统计呢，7月份上海二手房成交不到2.4万套，相比6月份的2.8万套已经明显的下跌。那么从8月6号起，上海各家审核房贷的金额目前按照三价就低的原则来进行这样一个审批贷款。什么叫三价呢？第一个就是合同网签价，就是大家正常网签的一个二手房或者新房的交易价。第二个呢，涉税评估价。第三个呢，是银行评估价。那么在这三个价格当中呢，要进行最低的价格进行审批贷款额度，三价取最低。目前呢，如果你的网签价是1000万，涉税价是980万，那么银行评估价是950万，那么就按照950万这个价格最低的价格来进行相关的贷款。那么最新呢，上海又有另外一个新规，二手房的首付很可能就要提高到50%以上。那么目前在深圳、北京、上海、广州，基本上二手房的首付比例都是要在50%左右。如果你们是提交贷款申请40%的话，甚至是更低的这种首付比例的话，基本上你们贷款是无限期的被拖延下去，基本上你们是没有任何的机会拿到贷款。就算你们首付在50%或者是在60%，你们拿到贷款的时间短的话大概是在
4到5个月，长的话大概是需要6个月以上。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一直到12月31号之前，很多银行二手房贷款额度已经基本上卡死了，没有任何的额度可供大家申请。那么这也就是造成了另外一个侧面，想跑的人跑不掉，想买的人也买不到。那么目前基于上述的情况呢，大家也能够看到，目前开发商着急甩卖，都是要求购房者要进行一次性现金付款才能够拿到6折5折等等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力度的折扣，才能够进行网签买卖交易。那么如果大家想要去进行贷款的话，无论是在恒大还是碧桂园，或者是在其他的开发商，基本上都是拿不到一些低于8折或者是低于9折的折扣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北京西城区目前严格实施小学多校划片入学的政策以后呢，部分热点地区房价骤降。北京目前有相关中介表示，年初的时候手头的房源大概报价在1300万左右，那么现在降价直降200万，降价到了1100万还很难出手。那么很多的这些当时的卖家抱着房价还能一涨再涨，认为当时的1300万也好，像深圳的1500万甚至2000万的这种房价也好，抱着还能继续往上涨的这种心态，一抱到底，抱到现在基本上是跌了20%，你还没有办法把这个房子给它出掉。因为目前整个的流动性已经面临枯竭，八戒在2021年6月15号目前有相关的3到4期节目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当时的行情。因为目前政府绝对不会希望房价下跌，就像目前的岳阳当地出台的网签价格不得低于挂价的85%，否则不可以进行销售。那么也就是说，当地这种土地财政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无以为继的。另外呢，在这种集中供地的未来大比例的供地的压力之下，新房都难以脱手。那么新房的背后的目前的最大的庄家就是各地的银行，那么银行呢，大家都知道是属于谁的。那么在这种行情之下，新房都没办法跑路，没办法出货的情况之下，二手房就必须面临这种直接的冻结，就要进一步的为新房开拓唯一仅剩的一点流动性的资源。那么目前根据中原地产、链家地产的相关数据，2021年1月到7月深圳二手房成交套数分别是1月份的7008套、2月份的4166、3月份的6789、4月份的4877、5月份的3027、6月份的2575和7月份的2557。那么这样的一个统计口径呢，只是来源于目前中原地产和链家地产，那么基本上也能反映了整个深圳二手房的成交行情都是呈现极具拦腰式的斩断，也就是说基本上接近于一定要冻结这样的一个二手房的成交量。那么8月2号到8月8号，根据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的数据显示，在这一周当中，成交仅仅为556套，首次击穿了单周跌穿600套的二手房的网签记录。8月9号到8月15号，深圳二手房网签记录进一步的下跌到525套。那么8月份的网签量基本上很难再突破3000套，也就是说，整个深圳8月份整个二手房网签也基本上很难目前能够达到3000套了。那么根据深圳住建局的相关的统计呢，2021年深圳新建商品房成交4474套，成交面积38.5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5.83%。等等相关数据呢，都是能够进一步验证2021年上半年深圳合计成交二手房住宅28000套，同比减少35.4%，成交面积也同比减少34.1%。那么深圳的房价呢，也是一跌再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有想去试探试探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子找随便找一个、两个、三个中介挂出来试一试，看看你们能不能卖得掉，看看你们能不能根据你们心里面的价位跟中介去谈一谈，了解一下目前的真实行情。目前也去问一下，如果你们想要去买二手房，能够获得贷款的概率有多大？那么就算你能够获得贷款，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贷款额度，能够放款，这个时间大概有多长，大家去了解了解行情，你们就会知道现在是什么样一种房地产的行情。未来大家抱着这种杠杆继续往上加，
这种债务继续往上堆叠还能不能够持续，中国房地产的价格还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像过去十年过去二十年一样进一步的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呢？大家去自己算一算账，去掂量掂量。大家基本上如果手上有房的，不是千万富翁，也最起码是个几百万的百万富翁。如果手上有两三套的话，很可能都是五千万甚至上亿的这种级别。但是你们真实的手头上可以动用的流动性资产能不能够超过100万人民币，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问号。很可能跟随着最近这种地方性的灾害或者是防疫疫情的调控，大家都没办法去上班的情况之下，你们如果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不去上班，你们下个月的口粮，这个月的房贷车贷还有没有这个余钱来用来支付，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摆在你们每个人的头顶之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关于最近中国相关的这些政府部门出台对于像美团很可能要面临大概是10亿美元的罚款。那么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呢，在上个月对于腾讯控股呢，也是责令腾讯音乐网络独家版权等等情况呢，也是进行了这种相关处罚，包括阿里巴巴、包括滴滴打车等等涉嫌反垄断也进行了立案调查。目前罚款呢都是几十万人民币级别的，但是这几十万人民币这样一个罚款呢，仅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敲山震虎的，是提醒相关的企业要注意国家政策的相关变化。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目前的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方面，在整个目前红头文件下来以后，全中国百城或者是全中国排名前20、30的城市，基本上都是陆陆续续出台了对于双减政策的落实。那么也就是说，目前按照北京的严格审批准入，不再新批准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机构，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拿不到政府相关的营业执照和相关的许可证。第二个呢，严格控制学科类培训的时间，那么不得占用国家的法定假日、休息假日、寒暑假，包括周末都不可以。那么线上培训呢，也要在每天晚上9点钟之前要结束。那么八戒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数据，也是最近这两天刚刚媒体通报出来的，我国目前有 1.9 亿名90后，但是结婚的大概只有1700万对不到。那么目前呢，整个离婚率居然已经是上窜到 35%。 而我们这个数据呢，很多人质疑，但是这个数据呢居然是公开可以查询的数据。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目前90后最小的已经是22岁了，那么最大的呢已经是31岁了，已经正是目前的按照晚婚晚育的政策，也是目前中国的结婚主力和生育主力。那么另外呢，经济学家任泽平他在目前有一个消息指出，他建议一线城市生三孩每人每月奖励3000到5000人民币。他还说不要指望90后、00后能够生孩子，能够多生，或者是这样一个生育主力，生育主力人群应该还是75到85后。那么75到85现在基本上已经是40到50的年纪了，你让这些人来生二胎三胎，基本上就是痴心妄想，能有能力生的早就生过了，不用你说，不用你有任何的补贴，不用你有任何的政策，能生的早就生完了，没有能力生的你就不用指望了。包括90后、00后，他们的思想状态基本上来说就是按照躺平的来生孩子，基本上就是痴心妄想。那么中国为什么现在要集中的发力对于楼市调控，对于打击教培产业，打击腾讯、美团、滴滴、阿里巴巴等等这些金融服务类公司，甚至是把这些教培直接给它定义为要把它注册为公益性非盈利性机构，也就是直接让这些公司的股价从100跌成1块钱，从100跌成2块钱。这背后呢，就是一个最根本性的，目前一句话就是韭菜不够用了。现在已经有很多大领导们肯定已经知道人口已经面临这种急剧性的萎缩断层的情况存在，所以未来这种情况如果现在得到进一步的遏制，政策如果现在出的稍微慢一点，如果人们进一步的这种内卷化下去的话，出生的人口越来越少的话，那么未来房价就不仅仅是冻结这么简单，很可能是下跌30%到50%都没有办法
找到人来接盘。你们就想一想，你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走了以后会给你们每个人留下多少栋房产，没有生育来支持的话，这么多房产谁来接盘？这么多房产最后都会变成一个二个三个无数个千百个鹤岗，都会林立在全国各地，一定会发生这种局面。所以呢，目前大家就不要见怪不怪，这个事情呢仅仅只是开始，远远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好，那么未来八季有时间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最近公布的社融，包括央行的数据、统计局的数据，结合着自己的一点看法，相关的数据分析给大家再来综合性的深入了解一下。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有生活在加州、德州、佛州的朋友们，有买房卖房贷款的需求都可以积极联系八姐，获得最专业的信息帮助。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好，谢谢大家。